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 Google 变成了情报单位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掌握全球的地域资料，可以随时监控各地的数据资料，超恐怖的啦！现在呢，谷歌推出的 Ingress 就很有这种味道哦。游戏呢将会在年底免费推出，想要成为谷歌特务的话，就是现在喽 ，Go！之前和大家介绍过的 Google 全球定位游戏即将要在年底离开测试阶段正式推出啦。这款由 Google 的 Niantic Labs 开发的 Ingress 是个结合现实生活的 Android 免费游戏，玩家将透过手机与 GPS 定位系统作为媒介，来到各地的 Portal 进行攻占与拓展的策略行动。游戏不受地区限制，就算出国旅行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入侵传送门，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少玩家化身为反抗军或启蒙军在进行游戏，是一款强调走出户外结合现实环境的大型多人线上游戏。目前台湾总计有超过13000个 Portal， 玩家人数也不断上升，现在也可以无需邀请码免费登入测试咯，赶快来去参与这场圣战吧。